茫茫大漠之中，隐藏着各种未知的危险，我们的考古小队也随时都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一次，小叶妹妹就差点葬身在凶险的流沙之中。坏了，胖子，出事了！今天的考古队成员刚刚抵达拍摄现场，就开始在沙漠中安营扎寨。然而，就在他们立足未稳的时候，危险却再次降临。那场拍的是在沙漠上，不小心就是遇到了流沙，然后踩空掉下去。男的掉下去也吓死了，有点懵，谁知道下面是什么东西？踩着还踩着都快又空了，已经太吓人了。这沙坑挖的还真是实在，剧组成员们充分发扬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在小叶下坑之前，我们的摄影指导莫龙哥率先下探，以身试险。我下去，反正要埋我。差不多，暴露你的身高吗？对呀、啊，你要我下去才到这儿。自己一个我来干，不用不用，胖子。哇，我你只能是对这样出，他只是他只能是这样。你比他轻吗？啊，180斤白长了。快来救他！啊，别动，按着脚印走。快来！来，你让开！哎，抓住了！走，走，我把你扶到这儿了。放哪儿了？我，来，走，走，走！哪儿了？都雷呢！啊！胖萝卜终于被拔了出来，现在该轮到小萝卜上场了。你知道，其实我们很难会有这种体验，就当你的身体完全被就是很多的细沙埋住的时候，其实是真的是巨沉。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往那一站被焊死的感觉了，就是焊死了，动不了了，完全动不了。哇，真的好重啊！是吧？拔出来吗？拔不出来，我觉得。有点，你可以松动松动脚。哎，别，我就说吧，你会长长2公分的。会的。拔了这个是吧？拔不动，太难了，拔不动。你这样子练我的腹肌呀、啊。你可以趴下了，你趴下就行了。趴下。导，我这样吧，如果他们要是拔不动的话，小叶胳膊要是不行的话，就喊一次停。你别任由他们拔，容易拔脱臼了。我知道。就是你手上稍微蹬点劲儿。好，明白。开始，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快救命！来，给我！来，小姐，快！这个接的好，这个接的好。其实我很痛啊，大家都说感觉你一会儿上来会长高2公分吧。然后我上来之后，大家果然过来打量了一下我，哎，有没有长高啊？其实我要说没有长高，胳膊长了。我差点一口气没倒上来，要救过去。这要想把人拉出来，我一下全套了，也就是咱俩。对，他们后面抱腰都是胡扯，使不上使不上，没使用。抱孩子也是，没必要。底下不就有人拽我那个感觉呢？全救我，救我！稍微不带那个超远。啊啊！关键你看他现在愿意跨3.5米了。啊！全力，绝对的，100%全力。我自己都快钻沙子里了。剧中这惊心动魄的场面，在现实拍摄时也着实让我们的演员们费了不少力气。不过，当小叶谈起这次被拔萝卜的经历时，他对自己也是一番吐槽。大家都很着急跑过来要救我，对不对？所以啊，满地都是沙呀，然后咱们的鞋这样一跑，这样跑过来就会往前一踢，一踢就是一片沙。
过来一脚，过来一脚，就全糊脸上了，谁过来都是一脚。后来我真的是，哎，我就睁不开眼，我也张不了嘴了，但是我必须要那样，然后我得求生啊，对吧？所以我干脆把脸埋到那个沙子里了。哎呀，我还是这样的，你就往我头上踢吧，就是谁过来都是很亲切的一脚。别怕，别怕，别怕，胖子放了我！哎哎，少爷别怕。每一部优秀电视剧作品的背后，都会有一支优秀的团队，而每个优秀团队里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运筹帷幄又决胜千里，是整个队伍的核心力量所在。他们就组成了传说中的导演组。各部门九级八场准备。OK， 来，注意摄影师，开机。好的 ，OK， 好，过了。现在看到的这两位好兄弟堪称是精绝古城导演组里的哼哈二将，身为执行导演，两人肩负的任务着实不简单。他们不仅需要执行导演组的统一意图，还需要随时统筹各部门配合导演的工作。好了吗？摄影老师那边。优秀的执行导演才能使得拍摄现场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试看这两位年轻执行导演的现场表现，真可以算得上是全能型选手啊！谢谢。三二一，开始跑！老胡，你还好吧？是啊，我这娃娃鱼也太他妈大了！跑太快了是吧？啊，给你放点音乐吧。骆驼马上毛就全上我身上了，以后我就变成东哥的御用骆驼了。干嘛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后边，我姓赵，叫赵志国，你们叫我小赵就可以了。这样的执行导演既百变又可爱，想一想也真是没谁了。向上，向上，然后再。可能大家还不知道这个秘密，那就是我们可爱的红红和另一位重量级执行导演其实是一家人。今年的房地产市场不振，如果能拿下借贷，公司就可以把业务扩展到公共设施里。一个女孩子在家陪陪父母就挺好，没有必要活得那么辛苦。微臣下江，参见陛下。你咬紧牙关，我保你不死。没错，这位重量级人物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永泉老师，他不仅是银幕上的实力派，他还是这个团队离不开的形象代言人，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二爷。咱二爷曾经说过一句话，执行导演就是要能说一万个对不起，一万个谢谢大家。有着这样的精神，也难怪侯大大会说，拍摄现场只要有二爷坐镇，孔导才能安心呢。不过在私底下，我们的二爷其实是这样的，他玩得了吉他，拔得了高音，看得出他曾经也是个文艺青年。就把那个公园就放里边了。你比刘欢少一环，我的天哪！你们来来丢丢花吧。当看到小动物时，他总是充满爱怜之情。你们两个一起，你们两个一起，来，说。在面对我们的大朋友时，他也是关爱有加。乖，哎，不用。他有的时候会像孩子一样顽皮。教点员怎么搞？今天我特别荣幸。有大腕儿，你肯定给我解脱。哎呀，有大腕儿啊，给我拍摄。有幸你来了，我干了40年了。今天有重视，重名义。但偶尔也会遭到儿子毫不留情的吐槽。能不能不倒了？不过吐槽归吐槽，父子间的情谊也总会藏在那些小小的细节里。
除了好兄弟和父子兵，藏龙卧虎的导演组中还有三剑客，动作指导刘杰老师，英姿飒爽，身手不凡。剧中那些惊心动魄的打斗场面，都是刘导花了很大心思和团队成员们不断碰撞出的结果。谢明谢导是这部剧的视觉特效导演，从一只小小的火瓢虫、沙漠行军蚁，到精绝女王、红吼、蝾螈的形象，再到各种各样的墓穴、岩洞，乃至雪崩、黑沙暴等宏大场景，这些形象和画面怎样从零开始设计，又怎样在现场拍摄和后期制作中得以实现，这其中都倾注了谢导的大量心血。三剑客中的最后一位孙墨龙孙导，他在团队中不仅作为摄影指导统帅着整个摄影组的工作，还作为三位导演之一的成员参与其他的核心创作工作。工作中的孙导沉着缜密，而且他还是剧组里的大发明家。好，上面挂俩，上面挂俩，俩够了。弄一个东西把这俩锁着。飞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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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能特效做。拿磁铁。哇，老牛了！当然，我们的墨龙哥也有活泼的一面。上面提到的三位导演，除了三剑客之一的孙墨龙之外，还有一位也是孔笙导演的左膀右臂，他就是周游周导。周导平时在片场走的可是安静美男子的风格，不过论统筹剧本、推敲细节，他总会侃侃而谈，正可谓帅不离相，周导相才是也。俗话说，君不可一日无帅，孔笙导演便是这个剧组的主帅。不熟悉孔导的朋友千万不要被他照片里那张万年不变的严肃脸给蒙骗了。遛狗、骑马、踢球是孔导在片场的娱乐项目。戏霸、神枪手、摇滚范儿是大家给他的标签。这样一位爱玩又能不断玩出新花样的导演，你可见过？那也正是孔萌萌导演精力充沛的工作状态和乐观幽默的性格，给团队带来了一个轻松愉悦的氛围。而在这样良好的氛围下，创作灵感的火花往往能更好地闪现出来。工作气氛是轻松的，但创作还是要一丝不苟。孔导那凡事都要亲自确认的较真劲儿，也是让人印象深刻。从最初的剧本创作开始，到拍摄时每个场景、每样道具、每个情节的设计挑选，孔导都要亲力亲为，为了拍摄出更让自己满意的细节，有时候甚至连铲沙子的小活都会自己亲自动手。最强大的军团是把一个个优秀的个体齐心合力凝聚在一起的团队，而鬼吹灯剧组就是在这八人为主的导演组的凝聚下共同协力攻克难关，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片段。